这次萨萨在换水的时候表现相当不错，抱着水枪东张西望的。别看他是个大块头的男孩子，其实之前特别羞涩，换水的时候就躲在角落一动不动。这个水流啊，冲得他全身的肉肉都在颤，太可爱了。欣赏下自己的玉组，看你不太顺眼，让我练练牙口。咋不还嘴呢？是我不够热情吗？啊！果然是我太厉害了。